三级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呢？是等号两边有 log 的嘛？我们跟你讲嘛，刚有讲过 log 里面最终你要嘛就解成 log 一个等于一个数字嘛，或者两边等号两边各一个 log， 对不对？好了，刚好我们这里一拿到题目，一刚好属于两边各一个 log， 好了，所以两边各一个 log 把它干掉，等于 x 减一，好，交叉乘，对啊。x 减二 ，x 减一等于到一的 x 加二。好，彩虹乘一下 ，x 平方减 x 减二 ，x 加二等于 x 加二，对。好，移过来嘛哈，加二了哈，减 x 减二是等于零，对不对？好，干掉。所以 x 平方减四 ，x 等于零 ，x 减四是等于零，对不对？所以 x 等于零，哦 ，x 等于多少？四，对吗？到这里之后就结束吗？不行，有讲过嘛，一定要做什么 check 的动作啊， check 的动作啊，你要 check 什么东西？你告诉我，弟兄姐妹，告诉我一下，你要 check 什么？好，把移过来嘛，对不对？ log OK， log x 减二， x 加二，对，减掉 log 多少？ log 的多少？一，会不会等于零？对，好，你计算机怎么按？亲爱的同学，你计算机怎么按？好，怎么按呢？哎，怎么按一个技巧？不要开玩笑。log 这个怎样做 ？x 减二，它除以 x 加二，这样可以吗？不要开玩笑。当然按这个，大家都倒了哈。可以啊，你要这样啊。好，减掉多少 ？log 一除以 x 减一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这个到底会不会等于零？再看一次啊。log可以吗？因为以十为底嘛，十计算机有 ，OK 吗？好，这个 x 减二除以 x 加二嘛，这是除的意思哈，这里呢一除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可以啊 ？Any problem？ 没有啊。好来，这时候你 x 带什么进去？你 x 带零进去可以吗 ？x 带零进去对还是不对呢 ？x 带零进去的时候，哎，这个骂脏话不行，错。x 带四进去呢？带进去会对吗？哎，对，可以啊。来 ，Jordan， 这个对啊，这个 x 零错对不对 ？x 零是对不对 ？Jordan， 啊，有按啊 ，You are great， Jordan 啊。好，所以零错，所以最后结论怎样写？所以 x 等于四啊 ，OK 吗？所以这 x 零四的时候对啊，所以结论 x 等于四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三题。好啦。好了，当然大家消化一下。好，有同学说老师，你可以讲第四题吗？好了，第四题我继续啊。好来，第四题 ，Number four， 来，哦 ，log x 加上 log 七等于 log 十四，对不对？啊，怎么办？哎。左边两个 log， 右边一个嘛，能把 log 干掉吗？不能，你只能说左边一个 log， 右边一个 log 啊。所以怎么办？你要先想办法变左一个 log， 右一个 log 嘛，把二拿上去啊，是不是？是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log 七 x 平方是等于 log 十四，对不对？好，是等号左右各一个 log 的，这样把 log 给干掉，可以啊。好，七 x 平方等于十四 ，x 平方等于二。你讲嘛，二四六的话，答案出来有两个嘛，有正负嘛 ，x 等于正负，根号二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就结束了吗？错，要怎样？要 check， 再讲一次，要 check， 可以啊 ，check 多少？怎么 check 什么东西 ？check 这个，哦 ，log x 加上 log 七，减掉什么？减掉 log 的十四，会不会等于零？好，按计算机，哎，就这样按了 ，OK 嘛，按 calculate 啊。好，后来你会发现到什么事情 ？x 等于正根号二的时候带进去可以吗？可以，对呀、啊。x 等于负根号二的时候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后来发现到，毛毛，这按计算机根号二有对吗 ？Math error 对对，哦，很好，毛毛，谢谢你啊。错，所以最后结论多少？x 等于根号2，好，就这样。